华近年来鲜少公开露面，也没有经营社群账号。日前他终于复出拍戏，一举一动都受到热烈关注。近日他到上海拍摄新戏，就有粉丝巧遇他，粉丝上前求合照，霍建华还主动调成自拍模式，让粉丝大赞霍建华人真的超好超亲切，真的好幸运。而照片中可以看出，43岁的霍建华状态相当好，即使素颜，皮肤依然相当紧致，几乎没有岁月的痕迹。网友们看了都纷纷羡慕大海，怎么可以这么好看？好宠粉，我也好想偶遇啊！Bye.